各位，捉兰花的季节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，有很多师兄已经捉了很多兰花蟹，在家人面前威威地，在女朋友面前叻叻地，得闲蒸下蟹，得闲煲下蟹粥，有阵时仲汪汪嗯嗯咁焗下盐焗蟹添，真系巴士币啊！话说几日前，有位师兄在我哋香港打鱼群组里边 po 咗段咁样嘅嘢，佢话睇完我哋呢段片，就尝试好似我哋咁徒手捉落只蟹度，点知俾只蟹夹到眼泪水都飙，咁啊梗系啦。我哋一手拉落去嗰啲系蓝花蟹，你一手拉落去嗰只就系石蟹，梗系俾佢夹到眼泪水都飙啦。你睇下蓝花蟹个杠同石蟹个杠有咩分别？蓝花蟹杠系幼嘅，石蟹个杠系粗嘅，就好似我哋人一样，手瓜粗啲，力都大啲啦。好彩你拉落去嗰只唔系青蟹，如果唔系手指都断啦。所以你睇片学人捉嘢，都要睇清楚人哋捉啲咩先啦。唔系你以为咁易啦。每年夏天夏季到的时候，我们主力是捉蓝花蟹，而石蟹和青蟹是它们够大只我们才会去捉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们的壳又厚又硬，容易咬崩牙，肉又不是特别鲜，还要被它夹亲，真是飙晒眼水，所以不大只都不会碰它。不如我们就讲下捉这几种蟹的方法吧。首先我们就讲下青蟹和石蟹，因为捉他们的方法都是一样，尽量不要被他们夹亲。所以我们捉他的时候就尽量避开他的蟹钳，在后面捉下去。点在后面捉法？去片。我哋慢镜睇多次啊！当你见到青蟹嘅时候，就会喺佢嘅尾部同埋背部揿落去，再揾手指公夹住佢拎起身。记住你个手指公喺佢嘅底部揿佢嘅位置，千祈唔好过咗佢块掩。咁样只青蟹或者石蟹就夹你唔到噶啦，因为青蟹同石蟹嘅杠冇蓝花蟹个杠咁纤幼同埋长，所以佢递唔到落去佢下边去夹你嘅。个原理就好似咁样，佢最多去到个掩位喺你手指公或者啲手指上边揩下揩下，而夹你唔到。总言之，你捉佢个位置，唔好过咗佢下边嗰块掩，佢就夹你唔到噶啦。石蟹都一样咁捉，去片。睇到头先嗰两段片，你可以睇到青蟹同石蟹，佢哋嘅逃走速度冇蓝花蟹咁快。所以你见到他们的时候，可以慢慢度好位，先至第二只手落去捉他。又或者你见到他在石窿或者石罅嗰度，你可以找士拎或者鱼枪撩咗佢出嚟，慢慢先至捉他后面，将他袋入袋，好似咁样搞掂。我哋而家就讲下蟹季嘅目标蟹蓝花蟹点样捉法。通常你喺水里边见到蓝花蟹嘅时候，佢哋有几种状态。第一种，有阵时戆居居喺沙面牙大只杠企喺度，一系就狗流流咁挨住嚿石，一系就含情脉脉咁伏喺沙里边等人捉，一系就好似半虎小夫咁，一只搭住一只喺沙上边或者沙里边。后面那几种状态比较容易捉，一手拿下去，手心或者手指顶住它两个杠，就拎住它摆入袋。去片。半虎小夫型的就尽量一只手拿晒两只摆落个袋搞定。挨石边的在正面捉下去，找掌心顶住两个杠升水。搏沙的仲简单，
见到佢嘅菱形嘴慢慢游过去，正面咁捉落去，仲量用掌心顶住佢嘅杠。如果顶唔晒都冇计，即刻摆落个袋。另外有啲薄晒沙喺你下面嘅，仲容易。你游落去喺佢嘅头壳顶上面捉落去，啱啱好用手指公揿住两个杠位，升水搞掂。而家讲翻戆居居坐喺沙面嗰啲蟹，佢哋最大嘅问题系你游近佢嗰阵时佢会走，又或者亚大个角望住你。当你见到喺呢啲沙面蟹嘅时候，最好用双手摆喺佢哋嘅左右两边，跟住慢慢咁收入去中间捉住佢。因为蟹净系识得打横行，佢嘅逃生路线净系得左右，所以佢走去边一边都会走去你嘅手入边。咁嘅方法可以冇咁容易俾佢哋游走。亦都可以将佢嘅杠揿翻入去，唔需要俾佢哋夹住。以上嘅就系捉蓝花蟹嘅方法啦。不过若果我见到呢啲沙面蟹，佢又大只嘅话，我都系一手兜头咁捉落去，唔会慢慢同佢度，亦都唔会慢慢摆左右，因为可以快快脆脆摆落袋，再快啲去搵另一只。最多有时夹损下手指啫。不过如果你捉蟹又要怕痛嘅，我就劝你唔好捉啦，喺屋企等食算啦。另外有啲声物带个钳落去，又话前面有胶会好啲防线，等嗰啲蟹冇咁容易走，又唔使夹亲手。其实每一个新手都会咁做，我旧时都有试过咁做。不过当你落得水多，遇到以下嘅情况之后，当你落到去捉过第一只嘅时候，隔篱又有一只，捉完第二只，前面又多只。当你一啖气里面捉几只上嚟嘅时候，你个防滑钳夹得边只，攞手抌啦。最后想讲下捉蟹嘅时候，俾蟹夹住系十常八九嘅事。若果你有一次唔好彩或者唔小心嘅时候，俾佢哋夹住咗，应该点样做呢？你哋应该放手等佢游走，然后再捉翻，因为喺水里面，记住喺水里面。当你放开手，唔俾到任何压力喺蟹嘅上面，只蟹就会想逃走，唔会好似喺岸上面咁样夹住你唔放，好似咁样。慢镜睇多次，当你放开手唔俾到压力佢，佢嘅自然反应只系想逃走，唔系想夹你。好，喺度祝大家长足长有，上落平安，要玩要玩得安全啲，记住落水要齐装备。最后俾多个忠告大家，捉蟹最好捉我哋之前提过三种蟹，最多加埋三点蟹啊，唔系系呢只三点蟹先啱。唔好以为只只蟹喺水里面都可以执嚟食，其实有啲系有毒嘅。若果唔清楚，可以上 Google 打有毒蟹。就会有相关的资料弹出来，如果不想看文字，可以按去图片地看图识字，看看哪些蟹是有毒，尽量不要逗它，不要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挤落口。希望看完这段片可以帮大家认识到怎样捉青蟹、石蟹和蓝花蟹，不用又说用钳，不用又说用刀夹，又要用士拎打，快快脆脆捉那只蟹放落个袋，快快脆脆捉完回家整蟹食。亦都希望大家捉蟹嘅时候，见到有春嘅乸就放咗佢，见到太细只嘅时候就放翻佢，唔好搞。咁样我哋先长捉长有，又唔使俾啲环保狠，各样这样怎样那样如何？我哋下次再倾过啦。希望呢个肺炎同限聚令快啲完。等大家捉完啲蟹或者打人嘅鱼，可以威威咁、叻叻咁吹鸡出嚟同朋友一齐食饭。大家记住订阅我哋嘅频道，同埋上我哋嘅 Facebook 加入我哋嘅打鱼群组啦。拜拜。